欢迎收看国际最前线，我是袁思恒。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东京电力首次公布核电厂对开海域水质化验结果，说全部样本符合标准，氚浓度低过可检测的下限，即是每公升不够十贝可。陆子晴报道。福岛核电厂核污水排入大海，东京电力公开排水工作片段。アルプス処理水移送設備移送許可キースイッチオンにします。オンにする、了解。经海水稀释的核污水随即由储水缸流向沿岸水坑，之后再经海底排放隧道流入离岸大约一公里海域，预计会不停排放到九月中，第一批排水总量大约是7800吨。东电人员除了在水管取样化验之外，亦都在星期四下午污水排出两个钟头之后，在核电厂周边三公里海域10个监测点采集样本，化验显示所有样本都未达到氚浓度检测下限，只是不够十贝可，估计水质变化不大。日本外相林方正星期五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视像通话，格罗西预计经稀释的核污水氚浓度会维持非常低。而日本环境省星期五朝早亦都派船去排水口半径50公里收集海水，计划每个星期公布化验结果。水产厅就检测了在福岛外海捞到的海鱼，进行放射物化验。经济产业上，西川康林重申，日本排水资讯公开透明，要求外国取消无科学根据的日本水产进口管制。有线新闻陆子晴报道。日本排放核污水，内地多个省市出现抢盐潮，当局强调食用盐货源充足，呼吁市民要理性购买。余思南报道。不少民众担心会食到核污染海盐，又或者听闻食盐可以抵抗辐射，导致大批市民疯狂抢盐。在网上片段见到，在上海超市部分门店表示食盐缺货。盐是什么时候卖光的吗？几点钟啊？那我两点上班的，你有吗？那我们有库存吗？都缺货了，哪来的库存？在广东亦都有不少市民在超市抢盐。阳江有市民在超市将大量的盐放入购物篮内。在青海超市内，有大批人在购物车内伸手抢盐。除了到超市抢盐，在山东威海市街上都是排队买盐的人龙。有商户透露，四吨盐在一个钟头内全部卖晒。针对抢购食盐现象，内地盐行业唯一央企中盐集团发表声明，话内地食盐来源井矿盐占最大部分，不受日本核污染影响，强调正是加班生产和配送食盐，保障市场供应。广东盐业集团话，省内食盐政府储备量和企业储备一共108000吨。而福州市商务局亦话，食用盐货源充足，呼吁市民要理性消费，唔好盲目抢购。市面出现的抢购潮令食盐价格出现波动，多地发出规范食盐价格通告，串通操纵市场价格者最高罚款500万人民币。有线新闻余思南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指涉嫌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他去到佐治亚州应讯之后获准保释，检察官要求提早至到10月底开审。孙维君报道。特朗普到佐治亚州投案，正式被捕同拍摄疑犯相以及分配犯人编号，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有前总统因为刑事起诉而要拍摄疑犯相。富尔顿县警方公开有关相片，相入边的特朗普紧皱眉头，对住镜头怒目而视。特朗普当地星期四夜晚搭专机前往位于州首府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县监狱，就涉嫌企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应讯。沿途有警车为他开路。監獄外面亦都有不少支持者一早到場聲援。特朗普逗留約20分鐘之後離開，他回到新澤西州之前再次批評案件是出於政治動機，重申自己並沒有做錯。 What has taken place here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 We did nothing wrong. I did nothing wrong. And everybody knows it. And we have every right, every single right.To challenge an election that we think is dishonest, that we think is very dishonest.
特朗普获准以$200,000保释，另外需要遵守不得威胁本案其他被告和证人等条件。今次是特朗普今年第四次面临刑事检控，他和另外18被告被佐治亚州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故意密谋推翻选举结果，其中特朗普被控13项罪名，包括违反敲诈勒索法、虚假陈述和多项串谋罪等重罪。检察官要求由明年3月提前到今年10月底开庭审理。有线新闻孙慧君报道。特朗普相隔两年多再次在社交媒体 X， 即是以前的 Twitter 发文，为明年总统选举筹募经费。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应讯之后上载自己的疑犯相，写上选举干预和永不不服的字眼，又附上他竞选网站的连结，呼吁民众捐款。国会山庄骚乱之后，当时的 Twitter 说特朗普的贴文涉及煽动暴力，宣布永久移除他的账户。去到去年11月获老板马斯克解封，特朗普当时表明无意重返 Twitter， 改用自家社交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华格纳创办人普里戈津坠机身亡，说普里戈津命运坎坷，曾经犯下严重错误，会彻查空难。美国国防部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是地对空导弹击落飞机。何永薇报道。坠机事件发生大约一日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打破沉默。他说普里戈津在意外发生前一日由非洲回到去莫斯科和一些官员会面。普京憶述在90年代認識普里戈津，說對方是一個有才華的商人，一生命運坎坷，曾經犯嚴重錯誤。他認為普里戈津的個人事業以及由自己交託的任務都有理想的成果，又讚揚華格納在與烏克蘭的鬥爭裡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確認普里戈津在墜機意外身亡，又向罹難全部10人的家屬致以慰問，會徹查事件。有民众去到华格纳总部外面悼念，调查人员在坠机现场搜证，外界对普里戈津的坠机意外有不同猜测。彭博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华府初步评估认为今次可能是一宗获得普京批准的暗杀事件，估计有人在机上放置炸弹。美国国防部就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飞机是被地对空导弹击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和到访的葡萄牙总统德索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事件，他表示乌克兰和普里戈津的死没有任何关联，又说每个人都知道谁和这件事有关。有线新闻何永薇报道。尼日尔军政府授权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在尼日尔遇袭的时候武力介入。三國的外長星期四在尼日爾首都尼亞美會談，商討在保安事務等多個範疇加強合作。馬里和布基納法索的外長獲軍政府領袖奇亞尼接見，三國發表聯合聲明，說軍政府已經簽署命令，授權兩國在尼日爾遭到襲擊的時候武力介入。兩國外長表示歡迎，重申任何對尼日爾的軍事介入都將會視為宣戰。英国伦敦动物园过万只动物和昆虫又到了年度身体检查的时间，饲养员各出奇谋帮他们度高磅重。由刘子荣讲下。一只只企鹅站在水池边排队上磅，企好了，如果不是磅数不准的。有企鹅好像不想面对自己的体重，松鼠猴要用零食引诱上磅。好了，下一隻蘇門答納虎對眼前這把尺相當好奇，他們身長的秘密被飼養員知道了，原來把尺加了咖喱味。倫敦動物園每年都會為園內超過14000隻動物和昆蟲做身體檢查，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 And weight is a key indicator for us. It indicates good healthindicates bad health as well. Also some positive things, like maybe we've got pregnancy, maybe an animal's finished a molt or is about to molt, and it's really good for us to know the weights of our animals. 檢查預計需時幾日，呢啲資料會上載到動物資訊管理系統同全球嘅動物園共享。
有线新闻刘子颖报道。西班牙足协主席拒绝就亲吻女球员辞职。努维亚莱斯出席足协紧急大会，话女足世界杯颁奖礼上是埃尔莫索主动同佢有身体接触。佢问埃尔莫索可唔可以轻吻佢，佢当时同意。努维亚莱斯批评媒体渲染事件，多次表明唔会辞职，会对抗到底。西班牙第二副首相迪亚斯批评努维亚莱斯的讲法不可以接受，认为他不能够再留任足协。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将会入禀国际体育仲裁院，采取法律行动。国际足协亦都已经展开纪律处分程序。